简直投资了啊！找那把铲子，算是那把坏的。啊，就这个尖嘴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广。这两天女儿总是吵着要吃螃蟹，正好今天有空，我们去挖一下，看能不能挖到几个回来。好想把它全部掏干，再挖。这里有个新蟹洞这么大，把它盘了。夹子呢？好像是碰到有螃蟹。是通到那边去的。哦，有三连洞啊！这个是真正的是三连洞，那还有一个洞。往这边来，挖一下这里看一下，摸到螃蟹了，摸到螃蟹了，哇啊！简直投资了啊！哦，好痛呀！哎呀，哦，两个手按着，哎呦，被它夹了两次了。哎呦，哦，这里夹一次，这里夹一次，哦，还好它的钳子没有掉，哦，好有力啊，这个，哦呦呦呦呦，宝贝，不要乱来啊，被你夹得痛得要命，哇，啊。这个石洞太大了，有三个出口，我再摸一下看还有没有，洗一下。啊，这个是公蟹来的，我看还有没有，它有没有带行人或者是老婆在里面。那、啊、收了第一个，再摸一下，要把这边挖开一点。哇，这个石洞，一二三，三个洞口。那果然还有一个镜头，不知道看有没有看得到。那往那边出口那个方向看不到、哦、看不到，我的手不够长，要到那边去，要到那边去。哎，哦，啊，夹到，哦，又跑那边去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刚我在捉迷藏啊，我要把它推到那边去，那么把它推过去那边。好，这样用泥巴堵住那个铲，那就不会跑那边来了。哎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，这下跑不了了吧，已经看到它在下面了。用夹子，看能不能夹它出来。哎，哇，力气好大！呀，又滑了。来，准备出货。啊，看到没有？出来！哎呦，这个弄了一个多小时，这两个螃蟹，啊，出来了。夹到我的钳子，啊，出来，哎呦，哎，还跑，那果然是个母蟹，
那圆圆的肚子，这是母蟹，那个是隔壁老王，来个透蟹，太不容易了，哦，将近两个小时就挖这两个螃蟹，啊，洗一下看，洗一下今天的收获，哦，漂亮，一公一母，好肥呀，这两个都好肥，把它放下，谢谢。现在太阳下山了，我们就挖这两个好了，再找到螃蟹洞的话也挖不了了，刚来的时候太阳还这么猛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快了。如果喜欢看视频的朋友帮忙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